我们走吧。我还没说完。No。好汉饶命！我又没说要怎么你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说。汉重生十字架，死了可以复活。啊？在哪儿搞？我也去弄一点。已经搞不到了，你要不要？我便宜卖给你，2斤一个，我5斤的货。好啊好啊，快卖我2个。嘿嘿，还是你识货。你们到底还走不走？不走我找别的尾巴去了。我们走，去塔伦什么什么啊。哎，呆贼呢？昨晚我和他回到奥格瑞玛，他就去做什么制毒任务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啊，你怎么不去帮他啊？要不我们去帮盗贼一下呗？你们到底要去找母牛，还是那个什么贼？知道不要说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走。塔伦什么什么尔的干活。精英怪啊，不知道我打得过不？果然的，打不过。别去，送死。哎，1、2、3，我说了，送死吧。我们合作的打吧。还是这个家伙听话。回击。哎，好像挺笨的。算了，过来，我们走。嗨，小骷髅们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去找 MT 啊。 MT 在哪儿啊？学习在希尔布兰德丘陵入口处集合。希尔布莱德丘陵在哪儿啊？在银松森林。银松森林在哪儿啊？你昨天不是刚从银松森林回来的吗？昨天在哪儿啊？要去新的地方冒险了，好兴奋啊，晚上都睡不着了。瞧你那样的远方地平。 MT 怎么不说话了？闭嘴，别跟我说话，看见你就来气。 MT 是不是想傻办了？要相信就快到达憧憬，无与伦比的坚定。看我们走过的风景，摇动小鹰，踏上这里开始我们的走暗路，前面的道路会更加坎坷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什么困难都阻止不了我的。就是，我有重生十字架，不怕死。雨和无助，舞蹈迷茫，奔向还未走完的地图。空气光明，泉水洗净梦深的尘土。生命在绽放，希望在复苏，奋不顾身的去远古，斗篷下的幸福。大小姐，外面风大，进屋去吧。不必了，我想自己坐一会儿。好吧。大小姐，
我们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。谢谢。要相信就快到达憧憬，无与伦比的肯定，让每次感动来证明。哦，完美旅行，未来之路分担痛苦，原地回复。我要去和同伴会合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是很危险啊，应该是吧，听说是中年领主联盟和部落都在争夺资源呢。那这两个部落有危险，赶紧出来。你好像挺关心那个没教养的牛马。还没事没事，还没脸没皮，这个部落没正气呢。你以为呢？总之去看看吧，人多力量大嘛。就算前面黑暗笼罩，迷失了方向。